旧梦不残的残存阿伯啊，咱地讲繁华都市台北对叼去，阮就是无依偎可怜的女兒，自细汉着来离开父母的身边，虽然无人替阮安排将来代志，阮想要来去都市做着女工渡日子，也通来安慰家己心内的稀微。请借问路边的麦粉阿姐啊，咱地讲对面彼间工厂是不是，大哥是袂用人，阮想要来去，我看你犹原不是幸福的女兒，虽然无人替咱安排将来代志，在世间总是着爱家己打算较合理，青春是不通耽误人生的真义。借问门头的办公阿伯啊，咱地讲这间工厂有要采用人，阮虽然也少年，拢不知半项，同情我地头生疏以外无希望，假使少錢也要忍耐三冬五冬，為將來為著幸福甘願受苦來活動，有一日總會得到心情的輕鬆。